第三个卧室，对。对，这个是主卧室带一个卫生间，然后这个也带卫生间，这个也带一个卫生间，哦、都是带套房的，是。我们是杂里面主卧卫生间，然后你妈和闺女就另外两个卧室被迫只有一个。它这两个就是有门通着的，对，它这两个是共用这个的，嗯。楼上一共有三个卫生间。哦，这边是朝街道。朝街道的，是。楼上就有四个卧室。哦，车库，对，三车库嘛，那个是。哦，三车库。对，嗯，他们是三车库。这个是一个酒窖和就是棋牌室吧，嗯，算是对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卧室。哦，原来是底下这卧室就是挺大的。对。哎呀，真大呀！天哪，好大哦！这是家里再来人就够住了。然后这有个卫生间，这就是地下室的卫生间。这就是地下室的活动室了。那他们一般在楼上还是楼下？健身室是比较大的哈。对，它其实面积是多少？居住面积还是说是土地面积？土地面积是13000，将近14000平，14000平尺。对，整个土地面积。大了一倍。好，走，我们上院里看看。看这个小铃，挺可爱的。这个我是经常看这个业主，就是秋天的时候、春天的时候拍各种照片，就是各种炫照，你知道吧？特别羡慕，然后就是景色非常美，枫叶、枫树啊什么的，这边都有。就这个业主这个客人嘛，他当时选房，他是个挺挑剔的人，我说实在话，所以他当时选的这个地理位置，就是我当时也我们带他看了好多房，就是。他的目标就是这一圈周围的房子，嗯，我觉得他就是说能选这种肯定是非常有原因的，就是他是个挺挑剔的一个人。他当时买就是找你买的？对，找我们买的，对，所以他就是看了几栋以后还是喜欢这一栋，就是位置啊什么的，我觉得真的是还是挺不错的，嗯，哎，你也是能看中这个就比较开阔的这种感觉是吧？就当时他看了这一圈好多房子，最后选的这一栋。之前有一栋是380万，就跟这个房子比，这个能稍微大那么一点点，但是它那个就是将近390万吧成交的，然后那个卖掉以后，这个就等于是刚价格就是 number one 的第一个了，嗯，挺贵的，刚价格现在对，在售最贵的，对，在售最贵，在售最贵的了，嗯，就是还是挺完美的，这个价格的话，还是说是能匹配上它这个房子的，因为。这一圈说实话我们也看了很多房子，包括就是刚嫁过比较熟悉嘛这边的市场，所以就是说别的地方咱就不说，咱就说这个高尔夫球场，因为别的地方就没有什么可比性嘛，就高尔夫球场这一圈的话就是也有便宜的房子，那是肯定的了，也有100万200万的，但是你要说是真正对比起来细节房子的内部设计格局，还有整个外部的这个环境，还有整个这个房子的奢华度来讲的话，那其实这个房子确实也是能匹配上这个价，你俩商量一下，然后给我一个回复好吧。嗯，谢谢。今天我们这栋房子就看完了，怎么样，你是否也心动了呢？如果你心动的话，欢迎赶快联系我们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，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关注我，看蒙特利尔更多好房。